各位观众大家好，欢迎翻嚟倾搞倾机。我今日咧会同大家开箱一旧嘅耳机啊，就系、是、呢、这个呢、这个叫 Sabet 嘅 Power Music 嘅 Sabet E12 耳机。呢、这个耳机咧最大特点咧，佢就系专门系放音乐听歌用嘅，就系、是、喺今日就系喺。新世宝电子特卖城买嘅到379蚊啦，呢个耳机咧就可以话系物超所值300几蚊。呢、这个价钱嚟讲，水平嚟讲咧算系入门级，但系佢性能咧，我就觉得系相当高嘅。嗱，俾大家睇个盒啦。嗱，呢个第一个盒，呢个第二个盒啦。嗱，呢度咧就有胶。整咗个耳机个外形出嚟嘅，就系、是、呢个位几特别嘅，跟住个盒侧边咧就有嗰个耳机名啦。好，跟住我哋开个盒啦，就有一个快速嘅说明书啦，个教你点用嘅。跟住咧之后就系一个详细嘅大本嘅说明书啦。跟住咧入边咧就系耳机啦。耳機咧就兩個，一左一右，同埋咁多種嘅耳機膠塞啦，俾你揀啦。仲有呢個就係耳機嗰個插電盒。好，首先我哋睇咗呢個快速嗰、那個快速教你點用嗰個程序先。步驟一咧就叫你將左右耳機咧擺翻入去充電倉嗰度，左右啦，充電狀態咧。就會是紅燈常亮的，大家可能看不清楚字，我讀給大家聽。之後呢，滿電狀態呢就是紅燈跟藍燈的熄滅的，這裡這麼寫對焦不到，算了，不對焦就照。步驟2呢，哎呀，步驟2，將左右耳機從充電倉取出啦，就所有耳機就會閃爍，耳機就會自動配對啦。跟住配對成功咧，就會係左耳藍燈閃爍，右耳燈熄滅。跟住就會用語音提示啦，你開機未啊？跟住步驟3咧，就用藍牙鏈啦。步驟4咧，就用完就擺翻入倉，就會自動關機，進入充電狀態。滿電自動斷電，好，大致上係咁多。我哋而家咧就攞個耳機出嚟睇下先。佢個外形咧就係、是、佢應該係類似公母耳機咁啦，就嗱個外形就咁嘅，好似一個 P 字咁樣啦。嗱呢度就有粒掣可以撳下。嗱，呢个就系右边嚟嘅，唔系呢个左边，佢就系侧侧地咁样，唔系平时啲耳机咧直线咁样嘅，呢个斜斜地咁样，等你更加容易入耳嘅。嗱，而家试戴一次俾大家睇。嗱，戴咗啦，佢完全贴合你嘅耳啦，而家戴上咧非常舒服嘅，戴埋右边。嗱，右邊都一樣啦，都係佢完全係，我覺得係好有人體工學嘅咯，佢完全度身訂造咯。嗱，再同大家睇下呢個盒先。嗱，呢個盒咧，嗱呢度咧就有個呢個插電啦，就係 Type C 嚟嘅，即係上面咧就係個掣啦，唔係，好似唔係掣。純粹裝一個裝飾嚟嘅上面咯，而前面咧呢度係開關嗰度，嗱你一隻手都可以打開嘅，係幾方便，唔使兩隻手。嗱，跟住呢度就係嗰個倉插電嗰個倉啦，就一左一右嘅，就擺翻個耳機入去俾大家睇啦。嗱，首先左邊。左邊咧就擺喺呢度嘅，
嗱，佢嗱摆入去之后佢发红光啦。嗱，我哋再摆埋右边，喺右边咁样摆，佢就会有少少磁石啦，就磁咗入去嘅，跟住佢就发咗红光啦，就代表佢差紧电啦。然之后咪睇翻上面书，嗱系啊，佢就充电状态红灯会常亮，佢呢度写佢有差紧电啦，代表佢呢个嘅差电仓咧本身咧就会有750mAh 电量啦。好，我哋嗱呢度发光啦，就代表佢有几多格电，因为而家差紧电嘛。我哋就再去插埋电线去插嗰个充电仓睇下。嗱，首先要准备嘅系火牛啦，同埋 Type C 嘅线。嗱，火牛就用我部黑鲨二嘅原装根基嘅火牛啦，再揾条 Type C 嘅线先。嗱，而家 Type C 线 ，Type C 线咧，我哋试下帮呢个嘅充电仓去插电。嗱，我哋插入去睇下会发生咩事。插，佢嘅插入去同时咧，佢个闪灯啦，就可以帮呢个充电仓咧插电啦。但系唔知系咪同时就充埋个耳机啊？我哋就对硬件嚟讲咧，就讲到呢度，我哋睇埋佢嘅规则先啦。嗱，佢个盒上面咧会有写一啲规格嘅，佢嘅型号咧就系300G/22啦，扩咗都系32，我就唔知咩嚟嘅，咩扩咗？睇翻。摆翻上啲，跟住咧佢个电源输入接口咧就系 Type C 啦，电源输入咧就系5W嘅，蓝牙版本咧5.0。头先有个师兄咧就教，就话蓝牙5.0咧佢嘅耗电量咧系比其他少好多，而佢嘅灵敏度咧就系120×5dB。就可能是唔知系咪蓝牙连接嘅灵敏度，定系咁滞嘅灵敏度？电池容量就系3.7W 60mAh， 充电仓容量750mAh， 所以咧就算电池用晒60mAh 咧，都可以即刻去用翻充电仓嚟充电嘅。充电仓可以话系佢嘅专属嘅奶袋啊，冇奶袋饮奶啊。跟住充电时间60分钟就可以插满啦，60分钟就充60mAh， 我唔知系咪，唔知佢系插嗰个耳机啊，定系插嗰个充电仓啊？唉，不过冇理由充咁耐啊，你话系咪？普通手機都是充了一個都不用一個鐘充完，是不是通話時間就6個鐘就可以持續用6個鐘呢？都不耗電的，頻率頻響範圍20至20000Hz， 就大致上呢就是這樣了。這個他就說這個有個特別，這個寫可与 QI 认证的充电器搭配使用，就是火牛啦，咁简单，唔使讲。你做咩嚟掹我手电啊？好，我哋今日嘅开箱介绍咧到此为止，中意记得自己买翻个耳机。